一子行，一子党，黑白相击战，谁知局前生死变？谁知局前生死变？人一生难免遇到困局，一筹莫展，也会遇到一劫，在劫难逃。这里的人坐困牢笼，认输反省，陷入死角，只有弃子重生。像我们这个是重刑监狱，只有判有期徒刑15年以上、无期徒刑，然后死缓的罪犯在这服刑，至少在这里得待10年。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其实每天都过得非常枯燥生活，就是干活、起床干活，然后吃饭睡觉。王学华，南开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因犯诈骗罪被判15年监禁。一个人如果是和社会，你想10年脱轨10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感觉就是好像过去1000年一样，待10年再出去，我估计我都不会走路了。王学华是呼兰监狱第13监区学历最高的服刑人员。我刚入监的时候很少和其他服刑人员说话，他也比较抵触跟那个干警交流，基本上不聊天。我觉得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学历比他们高，我经历的事儿也有可能比他们多。哎，我认为我高高在上，所以说那个时候很孤僻。监狱生活单调乏味，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学华跟狱友学会了下围棋，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自己的人生这盘棋又迎来了新的转机。我刚学棋的时候更有意思，别人一和我说话，我就感觉他这个话在我这脑子里就是黑的白的，黑的白的，然后自己再反应过来啊，原来说的是这件事儿。当时完全就是抱着一种，把监区这几个会围棋的，就是全部打败之后，感觉有一种满足感。一开始的确是抱着这种态度。高伟亮，你应该先把球先给他，完你跑。踢下很疼啊，太疼了。这个学棋之后，现在就是能更好的和其他人沟通。比以前冷静一些，大局观比以前好，甚至我都想过，如果当时我在外边也会下围棋的话，我可能就不会犯罪。接触的有点晚。呼兰监狱有4000多名服刑人员，分押在20个监区，监区之间不能相互走动。王学华所在的第13监区会下围棋的服刑人员很少。为了能有更多的棋友，他努力劝说狱友学围棋。比如说一开始我找的是秦震，因为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毛躁，非常非常毛躁，一天就像个小跳蚤一样。因为在外边自由惯了，散漫惯了，这里边约束性太强了，天毛毛躁躁的，每个正形人家都搁那干活呢，我说上干啥去。6年前，秦震因犯抢劫罪被判13年监禁。
入监的时候只有19岁，是第13监区年龄最小的服刑人员。秦震这个刚进来年龄比较小，可能有一些老的服刑人员给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他对一些违规违纪的事儿都有一些接触，性格非常毒吧，以自我为中心。以前监狱组织的活动他是很少参加的，也比较抵触跟这个干警接触，而且很不听话，逆反心理特别强，一些小的错误不断犯，所以就这些改造比较困难。进来的头一年左右，一两年是一二三分，一年下来3分都达不到，因为经常违纪，唯一的情况就会1分。秦震的家距离呼兰监狱只有50公里，妈妈在家务农，爸爸常年在外打工，这6年来一家三口三地分居。我头2年去家人，从打进监狱的门我就哭，一到哭到看完出来，现在眼泪好像都哭干，心难受，眼泪少。入狱前，秦震对父母的关心不以为然。不是那时候吧，总想着我妈特别烦，老问这问那，感觉自己没有自由空间。秦震入狱后，妈妈常常以泪洗面。很正常，为自己子女很正常，就没有那么多太多的那种亏欠呐，就是理所应当嘛，就那种感觉。因为我是你们的孩子，你们正常把你们的所有给我是很正常。改造人一直都很难，因为他们父母从小就教育他们要好好，我们通过这几年时间改造他们应该是很难。这里边本来就是一个枯燥的生活，你还让我坐那儿坐那么长时间，那不可能坐那么长时间。然后给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不可能学成。恩家在外，常被陌生人误解为没有礼貌的坏人的待上一整天。看书可以看到，不管任何人讲了什么话什么的，外界发生什么事他不知道。和年龄不相配的是，他喜欢看文言文小说。有一次我带他去看中医，有一个小书柜嘛，然后里面有一些儿童的图书，然后结果他都看完之后，他就开始看有关宗教的书。恩家还有一个爱好，围棋。6岁的时候，因为爸爸调到厦门工作，恩家在厦门学了半年围棋。2014年，8岁的恩家在台湾新竹第一届棋王杯围棋赛上获得入门组季军。我弟又不想跟我下，我爸又要上班。恩家在外，常被陌生人误解为没有礼貌的坏人。待上一整天。看书可以看到，不管任何人讲了什么话什么的，外界发生什么事他不知道。和年龄不相配的是，他喜欢看文言文小说。有一次我带他去看中医，有一个小书柜嘛，然后里面有一些儿童的图书，然后结果他都看完之后，他就开始看有关宗教的书。恩家还有一个爱好，围棋。6岁的时候，因为爸爸调到厦门工作，恩家在厦门学了半年围棋。2014年，8岁的恩家在台湾新竹第一届棋王杯围棋赛上获得入门组季军。我弟又不想跟我下，我爸又要上班。在金门，恩家是寂寞高手，因为找不到下棋的伙伴。不过棋盘上布局刚过，变化随时会发生。觉得他应该是真的是太无聊，就是
他想的东西跟你想的不一样，他想要做的事情跟你想要的不一样，所以他变成他没有办法去，他比较不一样，比较特别。你觉得他比较不一样，比较特别。你最喜欢上什么课？本来就不太会带孩子，然后呢，孩子又这么特别，不晓得怎么去帮忙他吧。2013年春，王学华开始教秦振学围棋。除了按传统惯，刚开始学的时候吧，也是。太认真，天天学，天天学，一天学到连那种看书都看到连了。那个踢球的时候没事练颠球，找感觉。那时候是为了下好围棋，早晚就是天天搂着围棋子睡觉，真是摸着围棋子，天天兜里都揣好几个子，天天没事捏着玩找感觉。后来我问他，我说你现在什么感觉？他说我现在闭上眼睛啊，眼睛就是黑的白的，没有其他颜色。感觉哎，越下越上瘾，越下越上瘾，简直。越下越上瘾，越下越上瘾，简直就像毒品一样。现在他看的书和以前也不一样，以前不怎么看书。你像这种书以前给他看，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他现在会主动的找你来，而且偷偷的把书得藏起来。那么当我把这个围棋呢教会他之后，我感觉他的整个人他就是完全的静下来。从小到大回忆了一遍，然后自己想的也挺多，挺对不起我父亲母亲，因为亏欠他们太多了。现在有时间就给我打电话，问他爸累不累了，累了就别总那么干了，以后这家再回来看你。从7点开始写到2点，就是不停地写，不停地写，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写。2014年春节，秦振有生以来第一次给妈妈写了封信。有时间拿出去看，有时我让他爸都藏起来，别让我看。看我就哭，老爸老妈长这么大没写过一封信，这是第一封信。快过年了，我很想你们，以前和你们过年我总觉得很单调没有意思，但是现在想那是我多么的幸福。我做这个儿子的真的很对不起你们，以前我总是感觉老妈很唠叨，现在真想老妈在我耳边唠叨，真的好幸福。挺想了，多长时间没见了，都不想了。母亲节，监狱组织服刑人员创作了一台晚会，每个监区几百人，只有一名表现优秀者可以请妈妈来参加晚会。秦振的妈妈，这已经是第二次被邀请了。一来了，他总想着是抱我啊，自己儿子长大了，我是老不自然呀。老母100岁，常年80而，即便儿子已跌入高墙，母亲仍然用无私的爱包容我们。呵护我们，而我们只能以真挚的忏悔向母亲表达自己的。以后出去我会好好对我母亲，不会让她再掉一滴眼泪，就是掉泪也是幸福的泪。我说一个儿子对母亲做出承诺，我说我出去会对你好。学围棋之后再考高分，维持在平均5分，456456这样，在服刑人员中是比较高的分数。原来围棋它还有这个功能，它可以改变一个人。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吧。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厦门离金门直线距离3公里，卢真是恩家在厦门学围棋时的老师。卢真从厦门大学细胞生物学硕士毕业，之后2年内换了5份工作，职场上的变化节奏如此之快，令他不适。有找过一些工作，那时候以这种学校里面的这种工作为主吧，然后可能有受一些挫折吧。卢真开始在少年宫教围棋，只是兼职。这颗棋子下出，他又杀出重围，重获自由之感。他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是反对是比较激烈的，因为我是希望说他能有个稳定的工作啊。但教棋这份工作，我是觉得不太稳定啊。虽然自由，但这份工作不稳定，收入也少。随着孩子出生，家里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全家人反对他教棋的声音越来越大。你随便去找一份工作啊，工作也挺稳定的，现在工资就算你随便找一个工作，工资也都还 OK 呀、啊。就自己有点可能不太喜欢受约束嘛，不喜欢这种在办公室里面上班的这种工作嘛。就吵架呗，那时候反正就是跟他吵啊。卢真不顾妻子强烈反对，坚持继续教棋。教学场所不固定，忙的时候一天要跑几个地方上课，少年宫、社区活动中心，最近刚装修好的家也成了他的围棋教室。卢真不善交际，不愿意面对过于复杂的人情世故，而教棋只需要面对单纯的孩子，单纯的黑白世界，他觉得其中乐趣无穷。一个就很重要的收获就是得到很多非常好的朋友，对，世界各地也都有吧。就是他受了一些伤害，但是他通过这个的话，他有个逃避的地方。另外一个也是对他那个就心灵救赎的一个方式，因为他毕竟下围棋，他可能就不会再去想其他的东西。还是有这几年还是有在这个不断的变好，有变好的话，应该就是希望吧。第13监区服刑人员足球队在呼兰监狱所有足球队中水平最高，监狱干警时常组织和他们比赛，王学华和秦振都是足球队的主力。李岩是第13监区的管教干警，但是每次比赛都加入服刑人员足球队。今天他有伤在身，只能当教练。你都别让他了啊！他就是看到犯人开心，他就开心，他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他们是服刑人员，也要平等对待他们。在我们就是看来，就是挺不寻常的这一点。李岩看到围棋让王学华和秦振发生了不寻常的变化，敏锐地决定自己的管教方法也该突破定势，随机应变。2013年初，他鼓励王学华成立了围棋社，取名火凤凰，想在服刑人员中推广围棋。只是为了单纯的输赢吗？在一盘失败的棋中，我们要找到失败的快乐，是不是你说？对，我们要从每次失败中学习到为什么失败。围棋社创立之初没有围棋，也没有学棋的书。一开始买棋具这些东西都是通过我的工资自己掏钱买的。他一个人能力毕竟有限，一个月你想2-3千元工资，如果说都给我们买书了，那有点太不现实了。一副围棋100多块钱吧，
我们现在微信上大概有40-50副微信，回家媳妇还不跟他打架。但是我的工资当初可能也比较少，也不能说是满足这些婚姻人的要求。后来我想到求助。2012年一场车祸，李岩昏迷了3天，几乎丧命。痊愈之后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但是为了围棋社，他四处奔波寻求帮助。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被我们利用了，好像我们有什么要求和他说，然后他厚着脸皮跟人家打电话，有可能说，哎大哥，我们这服刑人员缺这个，我们少半个，挺难的。我觉得既然我想看看围棋能不能对服刑人员进行一些帮助，对他们进行一些改造，这些花费就是值得的。60-70%的时间好像都倾注在这上面，累得都不行，挺感动的。给他们带来快乐，还能改造好，改造好他们，也是我的一个比较大的理想。经过李岩的努力，社会爱心人士给围棋社捐赠了40副围棋，200多本书。围棋社光有棋不行，还得有社员。呼兰监狱服刑人员普遍文化程度偏低，喜欢围棋的凤毛麟角。王学华和秦振使出浑身解数，从身边发展社员。其实我教围棋属于忽悠，就像那个做传销一样。喜欢跟我学棋的人很少。因为我他是一个岩石，对，我是一个岩石，非常粗暴。他在那瞅，说这东西应该很好玩。哎，我说老有意思了。说完了我咋意思？说明天我想学，明天啊，好的。明天没等他洗漱，我就去蹦棋班去找人。说你昨天没想学？这么早？说早点吧，不早。我说给你今天给你讲到10点。这个棋班买回来之后，他们问我多少钱，然后我就骗他。我说1700，这个人是吗？1700，他就都过来摸下呀。为什么骗你？我说吸引更多人来下棋啊。经过3年多的发展，如今火凤凰围棋社已经有60多名成员。这个围棋方太厉害了，我觉得现在我下围棋那个瘾就是比赌博瘾。我现在想就是，只要能改变一个人也是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受我们，愿意加入到我们之中，加入到火凤凰围棋社之中，这种改造方式是可行的，是值得监狱去推广。当我合上眼那天，我会觉得可能我一生做的都是错事，但是我还做过一件好事。自打教围棋之后，卢真就没有出去旅行过。他觉得应该改变一下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暑假是围棋培训旺季，今年暑假他带着学围棋的孩子们去金门办一期围棋夏令营。夏令营除了有5名厦门孩子以外，恩家的妈妈还帮着招来10个金门的孩子。来，我们合张照片吧，来，都过来过来过来。来，合张照片吧，合拍一张照片好不好？合张照片吧，合照合照。特别是入门的孩子，很不好教。我们这时候，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太皮了。反正我也不用上课嘛。谁说你不用上课啊？谁说的？来，现在下棋，来，好，不能这样，来，来，都过来，都过来。我觉得他真的是超有耐心的，就是小孩不管再怎么皮，他还是可以很有耐心的把他教完。平时过动的恩家坐在棋盘前，从未有过的安静。他表现太不一样了，就是我没有看过他那种表情，他很紧张，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孩子有点恢复正常。我们说他像地球人，他本来是外星人，从来没有看过他有这样。特别是入门的孩子很不好教，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太皮了。通俗的话说就是太皮了。
谁说你不用上课啊？谁说的？来，现在下棋，来，好，不能这样，来，来，都过来，都过来。我觉得他真的是超有耐心的，就是小孩不管再怎么皮，他还是可以很有耐心的把他教完。平时过动的恩佳坐在棋盘前，从未有过的安静。他表现太不一样了，就是我没有看过那他那种表情，他很紧张，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孩子有点恢复正常。我们说他像地球人，他本来是外星人，从来没有看过他有那样的反应。其实自己有点觉得很欣慰吧，就觉得原来他也有这一面。这一个八十一，这下面的那个才九十。你说太高了，这边轻松啊，锻炼一下身体嘛，上课效率更高。我到屋里去。哎呀，就是看到孩子们这种喜欢下棋、痴迷下棋这样的话，我觉得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嘛。要说收获，恩佳的妈妈是收获喜悦和意外最多的人。夏令营五天，她是唯一全程陪伴的家长。陪伴目的是因为我想要看她 很乖的样子，那你这样才会有动力继续让她去学。我就是看到一个就是一般的孩子在上课的状况，我觉得没看过这个状况，真的觉得很高兴。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他在围棋上刚好这一块上面刚好可以让他恢复正常。家兄弟来到厦门，卢珍帮兄弟来到厦门，卢珍帮兄弟俩比赛的教室在不同楼层，兄弟俩比赛的教室在不同楼层，每场比赛还要新换教室。我本来很担心是说他会错过比赛，或者是说他跑丢了在那个环境，所以那本来有点担心。后来居然发现他自己会努力的去看，所以那本来有点担心。后来居然发现他自己会努力的去看他自己那个在哪间教室坐哪个位置，又觉得他恢复正常。一共有98名孩子参赛，前20名可以晋级业余一级。50、100，再赢两盘，我明天中午请你吃饭来。为了大餐，你明天要加油哈。再赢两盘，好。再赢两盘，我们就有大餐吃了。他的性子有被磨出来了，已经可以坐得住了，他不会像以前，就是都站着。他就都站得上嘛，因为坐不住啊。那也慢慢的知道说，输的时候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啦。恩佳晋级业余一级，论围棋的专业水平，业余一级如果是小升初，后面还有中考、高考。马晓春9段，中国第一个职业围棋世界冠军，围棋爱好者的偶像。来到这里和他学棋的孩子，要想成为他一样的高手，第一关是入段。下围棋每步棋也都在选择方向，你所选择可能是跟你那个人生的这个性格，跟你那个生活的那个习惯，那个各方面都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吧。这里正在进行的定段赛，论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高考。这群少年被称作冲段少年，6轮淘汰赛之后，成绩最好的22个人被授予职业初段。我带过去的孩子啊，他们应该说从全国范围内是经过某种意义上的选拔啊，他们是从各地脱颖而出，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这个道场训练中呢，他们又是名列前茅者。然后这样的孩子呢，应该说他们去参加定段赛，他们的目标呢就只有一个，就是成为职业棋手。10。马晓春，围棋道场的教练，每轮比赛之后要给道场的学生复盘，
相当于考试后的分析试卷。学棋之路十年寒窗，这几天要见分晓。它首先是意味着对自己多年努力的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交代，因为我们从小学围棋目标都是要先成为职业棋手啊，世界冠军什么呢，是成为职业棋手之后的事情。那么多年的努力，也许放弃学业啊，也许家里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财力，常年的努力为了同一个目标，那么当这个目标近在咫尺快要实现的时候，他们的心理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些少年大多是业余五段六段，他们比恩加那样的小朋友水平要高出一大截，但是强中自有强中手，也许就坐在对面。赛场呀，它都会有一个，你看一扇大门一扇大门，门中间都一个门，就是一个门隙。你从门隙里看，是能看到一点点，哪怕看到儿子或者姑娘的一丝丝，他都要坚持，一直可以坚持到小孩这盘棋下完。所以他承受的压力，让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感慨。说没办法回头了。因为两年三年甚至五年，其实他的棋在全国冲端少年包括全国业余界已经是非常非常，他的棋力是非常强，只是离这个职业棋手只差一步之遥。所以为了这个，好多家长基本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家长都基本上辞职然后陪着小孩，包括更残忍的，包括卖房，包括借钱，包括借债，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就咱们有一个很著名的世界冠军范廷钰，他爸爸以前是一个高级工程师，这十年啊他陪着孩子，你说他放弃了多少，但是孩子还是挺争气，现在也是世界冠军，都是非常好。但是你要看到如果现在你去采访他，这十年你问他后悔不？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我就是给职业棋手放牧，没有挡啊。哇！他就跟我说那个他赢了他第一，我说我第二，然后就看着我，因为拿第一感觉还是不一样，所以金山。以我对她了解，她是一个比较努力的一个女孩，她自己的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高，我还是比较欣赏这个女孩子，因为我也教了她好几年了，她训练非常的努力，然后对这个职业棋手也很执着，就是强大的实力，但是心理素质并未达到和实力一样的高度。机会降临在幸运者身上，日后的变局还会考验他们的应变本领。这次没能成功的少年人默默等待下一个机会，人们的眼中有胜负输赢之分，在无他就跟我说那个他赢了他第一，我说我第二，然后就看着我，因为拿第一感觉还是不一样，因为拿第一感觉还是不一样。所以金山，以我对她了解，她是一个比较努力的一个女孩，她自己的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高，我还是比较欣赏这个女孩子，因为我也教了她好几年了，她训练非常的努力，然后对这个职业棋手也很执着，就是强大的实力，但是心理素质并未达到和实力一样的高度。机会降临在幸运者身上，日后的变局还会考验他们的应变本领。这次没能成功的少年人默默等待下一个机会，人们的眼中有胜负输赢之分，在围棋中只有变化。一子行，一子挡，黑白相击迸电光，水火劫南北战，
谁知局前生死变。杀掉了。好，那大猪嘴怎么杀呢？大猪嘴叫斑斑点利扑，小猪嘴。在呼兰监狱，围棋社从哈尔滨请了围棋老师，每周末来给棋友上半天课。斑斑点利扑，好，让于老师来也是一种社会帮教，让他们感到社会没抛弃他们，而且这个改造还能跟围棋比较好结合到一起，我认为是一举多得的事儿。从眼神中你能看出来，非常热切的想和这个于老师去接触，去教他。哎，通过于老师去了解这个外边这个围棋啊，这个社会啊，发展到什么程度？佛陀呢是属于是度化众生，那我可能我来到这里呢，我是来可能算是一个度化，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之后呢，我感觉是更多的在大家身上把我给度化了，让我心灵当中呢是有一种净化。所以说我非常非常感恩大家，真的非常感恩。围棋社已经成立快两岁多了吧，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那明年我出监了，他也就才3岁，刚长出点模样，我就要离开他了。还有半年多就要出狱了，他想把下一任社长选出来。秦震也想当，但是秦震太年轻。你走了，我就是社长。我说对，我说我这社长没啥太大意思。完话咋的？我说在这里当社长啥意思？我说我要出去当社长该多好。然后是第二面包会有的。我说是。咱们这个社长，我不需要你有多强的能力，就是说你能把日常的这些活动组织来就可以。至少得是冠军吧，有这个实力啊。第二呢，责任心。我推荐一个人呗。孙老师。孙正刚，孙老师。我觉得挺合适。好，全票通过。因为这个是个好事儿，就是从这个为大家服务的角度来说，我都想当社长。啊，这个咱们那个一点不推辞啊。那么现在有副社长了，那我肯定我要争取。为什么呢？我现在呢就可以发挥我的优势来为大家服务了。所以说我呢当副社长，我觉得我合格，是吧？我希望大家呢也那个选我。能做啥嘛我就做什么。我不是为了说当社长，说当社长不是当社长都是一样的，因为我能为自己做什么就是能做什么。他晚上回去对我说，哎呀我很失落，他认为是我阻碍了他。我当然很想让自己的徒弟上位，对吧？但是为了事业也得牺牲了。明天要举行第二届呼兰监狱火凤凰杯围棋赛，听说监狱还给大家请来了一位重量级嘉宾。老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聂卫平2013年罹患癌症，手术之后身体一直虚弱。呼兰监狱的礼堂在4楼，而且没有电梯。那种心情是非常激动和期待。哎呀，就是终于能见到朝思暮想的那种感觉。我知道你们以前都是走过弯路，但是现在呢，围棋会引领你们走上你们该走的路。当然，这里应该好好的感谢一下我们呼兰监狱，为你们付出了很多。我这次就是受到他们的热情的邀请，到这儿来参加你们这儿的围棋活动。
行，都让三个，好不好？好。是我犯过罪，但并不代表我一生都犯罪吧，并不代表着我以后不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做犯人的时候，就和齐胜下过棋，改造好之后，我们只有比现在更强，生活得更好。我说你们必须得有这种感恩的心理，希望他们如果有一天重新走上社会。是我犯过罪，但并不代表我一生都犯罪吧，并不代表着我以后不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做犯人的时候，就和齐胜下过棋，改造好之后，我们只有比现在更强，生活得更好。我说你们必须得有这种心理，希望他们如果有一天重新走上社会，可以回报社会。在这里边，这是我最在外边好像也不可能说的，我再怎么努力好像感恩的心理，希望他们如果有一天重新走上社会，可以回报社会。在这里边，这是我最也不可能说的，我再怎么努力好像我也不能可能跟不可能说的，我再怎么努力好像我也不能可能跟你下一盘棋，就像做了一个梦一样，很大的鼓励。围棋赛安排了一场，考虑到聂卫平的身体状况，原本打算让聂卫平和美人下十手棋，可是连下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聂卫平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说实话，那天我没有完全的把这个思想放在这个棋上，我完全就是当时想的是快点结束吧，让聂老休息一下，聂老不停地在擦汗。因为身体原因，我们也多次说聂老可以就是到此为止吧，聂老坚持下完，特别焦急，就是想快点结束，让聂老去休息。就是当时的心情就是感动感激，心里还带着一些愧疚。多面打最后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聂卫平跟每个人下了46手棋。加油啊，加油！好，辛苦了你了。我觉得围棋就是一种精神，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的一个东西。我做这件事情就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机会。我说我自己现在人生就是一盘棋呀、啊。我说我的现在是26了，头26年，我说我这个布局不行啊，没布好啊。我说走的太小气了，污点太多了，净在这一个家走了。我说不行，我说我以后出去了，我说我得把我的布局重新再布一下，用后手布。我对我自己还是有信心。围棋不仅仅可以改变普通人，对一些服刑人员，对一些思想上有过波动，有过身行为上有过劣迹的人，也可以尽到他的改造作用。王学华先后三次获得减刑，2016年他将提前5年获释出狱，人生这盘大棋的又一场巨变在等待着他。金门夏令营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卢珍又一次来到金门。恩家的妈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恩家读书的小学组织了一个围棋兴趣班。她说服了卢珍，每隔2星期来金门给围棋班的孩子上一节课。给小孩找伴啊，因为他们想下棋都没有伴啊，培养其他小朋友也有这个兴趣，那他至少以后想要找人下的时候，人家至少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思考。恩家的妈妈一直在寻找一个适合恩家发展的舞台，而围棋给予恩家的改变让她倍感欣慰。而卢珍尽管面对巨大的压力，坚持教棋的生活，围棋是她生命的一部分，无法割舍。对，那如果说从一个活动里面可以让他们站上佼佼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这些孩子其实在很多地方他们都输人家，现在的教育很少会去公平的对待这些孩子。可是我不晓得，我就觉得说围棋可以让这些孩子就是
有时候就是可以肯定的肯定自己。这围棋是棋，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国粹，就是它的历史。有点羡慕他嘛，毕竟他做的事情是他喜欢的事情嘛，哦，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一种幸运嘛。我觉得围棋啊，对我应该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吧，不管任何人，他在这个棋盘上，他都是公平的，他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殊。有人说，围棋是一个谜，吸引最强大脑把它猜透。围棋也是一把钥匙，启发我们解开身边的谜团。棋盘对面是一个对手，我们不甘服输。棋盘也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在一条没有止境的路上，棋启迪我们找到方向。武功正术是职业棋手里的神人，他性格随和开朗，兴趣爱好广泛，交际舞、麻将、高尔夫球、唱歌都会几手，现在每个星期还要去上3次一个半小时的舞蹈课。武功称自己的棋风是自然流，从不循规蹈矩，只管顺其自然，随心所欲。围棋复杂而又简单，围棋复杂而又简单，围棋古老而又年轻，这是围棋的禅意。棋盘为地，子为天，色分阴阳，造化权，胜固欣然，玄机变，爱亦可喜，烂可先。